Welcome to Kunda-san。他们超可爱的，要合拍。嘿嘿。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傅冠杰，欢迎来到 Full Love。我现在正在 Kota Kinabalu， 然后等一下吃个东西就要准备去 Kunda-san。Kunda-san， 我会放在这里。And 这里也蛮多吃的，有什么 Five Star Hainan Chicken、Saba Chili Pan Mee。我觉得这两个比起来，应该吃沙巴食物好了。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Let's go。Family， 我们点好餐了，然后这边的服务员非常的亲切，要教我怎么吃他们的 chili pan mee， right？ Show me， OK？ OK？ Yeah， you have to break the all， then stir all together。Wow， like this。That、yeah. looks delicious。If you want spicy， extra for you。Oh no， it's okay。Let's try first。把你们放这里哦。Enjoy your meal, sir. Thank you, thank you. Let's try it. Kota Kinabalu, the chili pan mee. That's really good, 很好吃。有一点小辣，然后它里面加了这个炸的鱼，所以脆脆的，我都吐出来了。它的面有一点像吃担担面一样，而且那个蛋搅一搅就融在那个面上，就一层 shiny smooth 的感觉。Bon appetit， Full of Family， 你们今天吃什么呢？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哦，有没有看到新的 Full of shirts？ That is good。喝看它的汤，这应该是贡丸汤吧。Pretty good too。其实吃起来有点像台湾料理。它这个看起来像鱼丸，但其实是贡丸，它里面都有加一些小肉，好吃好吃。而且它这边还有很特别的 press juice， 我其实在亚洲很少喝到 press juice， 就是冷压的饮料，大部分都是用果汁机打的。So pretty special， Saba 居然有，喝喝看，里面好像有加 beets。跟 pineapple 跟 apple， so refreshing， so good。 All right， 那我要慢慢的 enjoy 了，然后等一下就要出发了。Let's go。我现在吃饱了，正要走，看看怎么样可以到 Kunda-san。我看这边有一些公车，先问一下。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Kunda-san? Over there. Over there? Thank you. Yeah. Kunda-san? This bus. Yeah. All right. Two. So I come back. Okay. 这样问一问就问到了。二十个人也可以到 Kunda-san。然后它是两点出发，所以有一个小时可以休息一下。那我们一个小时后见。一个小时过后可以上 bus 了。Right here? Is it easier? No? Oh, okay.Alrighty. Sure.、What? Yeah. 嘿嘿，来给我做起面。我东西太多了，结果我的脚太大了，坐这里不舒服。你看，我脚坐在这里，整个人是卡住的。No. 放不下去。Yeah, it's in the back. 哦、oh, ，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健身。看我这个袋子。哦、oh, ，我上次量的时候是20磅，现在应该要更重，因为多了一些。This bus? Put here? 太棒了，他让我东西放这里。Thank you. Alright. 坐最后面。感觉这车上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其他人好像都是马来西亚人。Hello. Hello. 观光客可能比较少坐他们这里的 bus， 可是我觉得很 OK 啊，很划算，然后应该也是蛮安全的吧。我看大家都是笑眯眯的时候，如果你有来到沙巴想坐公车的话，就是这样的感觉，小小挤挤的 bus， 就是塞满人，但是你看他也是带着微笑，非常非常亲切。我觉得旅行不管是去哪里，其实你只要很注意随身物品的话，然后看着大家是不是带着真正的笑容，
那你就可以觉得是安全的。那如果觉得奇奇怪怪的话，你就可以远离。阿明，我觉得我相信你可以自己做判断了。我目前来到马来西亚已经三个礼拜了，我的感觉了。这是我个人的感觉，马来西亚其实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危险。你只要把你的随身物品照顾好，然后察言观色一下，基本上是蛮安全的，大家都蛮亲切的。好，我们要坐 bus 了，等一下给你们看看美丽的风景，还有路程中，我们直接到坑大上见，拜拜。我们到了，走。哦，哇哇，在下雨了，拿个东西。Have things in the trunk。天哪，他好像没钥匙。Welcome to Kundasang。那个白菜好像是很有名的，你们看得见吗？噔噔噔噔，大白菜。OK， 我们到达 Renault Town 了，现在找一下住宿给你们看一下环境。你们来过吗？这就是 Renault Town， 这里有银行、餐厅，已经看到一个住宿了， Rumandawi Inn， 应该有蛮多的。Alright, Fula family， 我最后决定来到这个 Renault Backpackers Hostel 看一下，因为它这边好像有 WiFi。Hi， Do you have any rooms？ Yes， what kind of room do you want？ How much for each？ For the dorm it's 30 max， and the single room is 60。Hey， 其实60自己住还不错，那我们自己住好，看一下跟别人住是多怎样。And the shared room？也不错啦，只是如果晚上要编辑的话，自己有一个房间好像比较好。OK， I get the single room. Yeah. All right， 我都 check in 好了，这是我的床，噔噔噔噔，躺一下，哦，还蛮舒服的。今天想说就睡自己的房间，这样可以好好的休息一晚，然后好好的编辑。Yeah, I don't think 今天会出去，因为我刚才问了柜台，他有推荐了一些地方，可是都是白天才可以做的。他说晚上这里基本上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除非你想要去酒吧，但是我又不喝酒，所以今天就在房间编辑，早一点休息，明天就可以一大早出发。那我想说用这段时间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一趟旅程的一些感受。我刚开始要去坤达上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一点紧张吗？我在想说，坤达上到底有没有住宿啊？会不会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农场，然后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有看一些照片很漂亮，但我没有真正的做 research 嘛。我相信如果你要去旅游的话，你们是一定会做很多 research， 然后很确定的说，哦，哪里可以住，哪里可以做什么。但是我只是比较 extreme 一点，我想说我就没有计划，我就直接到那里再找住宿，给你们看说其实这样也可以。那这样你们应该如果自己找住宿的话就会比较安心一点，因为我如果我这样完全没有计划都 OK 的话，你们一定 OK 的。 And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到哪里，你只要带着一个笑容 And then 敢问别人问题的话，大部分的东西都不用担心了。当然你就察言观色一下，看看这些人是不是你可以信任。那如果他们也笑得也很亲切的话， Yeah， 问问看。像那个司机就推荐我先来 Renault Town， 我觉得也是对的选择。And 一个人旅行其实有一个人旅行的好处，当然很多人会想说，哇，你一个人会不会危险，会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像我会认识到 Grace、 KK、 Sunny 他们也是因为我一开始旅行的，我那时候是一个人，你们可以去看我台湾的 Vlog，
当初我是先往台中吗？ Yeah， 我那时候是用 Instagram 问你们，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 Instagram 的话，请现在关注 at Lee Curtis Fu。 我在那边的 stories 会放最现实状态，因为我的影片需要编辑嘛，但是我 Instagram stories 可以直接录直接播，而且常常都很精彩哦，所以关注我的 Instagram stories 看到我现在在哪边。刚才讲到哪里？对，我那时候就用 Instagram story 上问说，哎，我要往东还是往西？我要住这里还是要住那里？你们如果想要更多那样的互动的话，再让我知道。Anyway， yeah， 这就是 hostel。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住过 hostel。旅行的话，你们都住哪边呢？我是觉得 hostel 其实都还不错。你找对的话，在这边可以交到很多朋友，或者是你可以找到很便宜的住宿。然后其实住起来也很舒服，有床，有厕所，该有的都有啊，不一定要住到什么大 hotel 哦。哦，对了，你们如果是马来西亚人，应该很了解这个。但是如果 full family 你们不是，然后想要来马来西亚的话，我教你几个东西，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你要洗热水澡的话，你要先开这个，嗯，这个我不确定是什么。我刚开始洗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就想这个水怎么那么冷，然后就洗冷水澡，因为你的热水要先打开。然后呢，你进厕所的时候，它的冲水常常不是一次可以冲，它可能要花个几次才会冲 ，like that。And 它常常水会漏出来，所以都会有拖鞋给你穿。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马来西亚的厕所常常都没有卫生纸，所以你要自己准备。Yep。因为我其实我不太确定马来西亚的 Full Family 你们是自己准备卫生纸还是直接用这个冲水的，因为我看常常都有那个水龙头。 I don't know， 阿明在下面留言跟我说我就是自己带卫生纸。 Alright， Full Family，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明天再带你们出去走走，记得勇敢的做自己。 I love you， 明天见，记得按铃铛，拜。嘿嘿嘿，你们还在啊？我想说我要出去吃东西，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或许你们好奇 Renau 晚上走路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样，灯光不是很足，有一点暗，然后其实还蛮多车子啊，然后很多这种 market， 我不确定这种是什么样的 market， 但是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卖一些粮食。那最重要的就是我要买水， pipe water。怎么办呢？水感觉没有什么好的水，要么就是水龙头的 pipe water， 要么就是地下室的水，没有 natural spring water， 应该还行吧？他们都喝这个，那我就喝这个。然后这边晚餐感觉餐厅不是很多，可是我刚才看到一家很吸引我的，你们应该知道我看到什么，对不对？ Best curry taste in Sabah， 咖喱，我超爱吃咖喱，所以我当然要试试看了。Hi。Oh, was that curry? All right. For one, just curry. Curry? Yeah. Yeah, I guess curry and this. Two? One. One. 感觉应该这样可以点吧，语言有一点不通，我就用纸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语言不通的话没关系，你要用肢体上跟他讲这个跟那个。天哪，他这个洗手蛮特别的，我给你看，他洗手台是开不了，所以我刚才问他那我要怎么洗手，他就说这个碗。那我觉得把你们放这给你们看一下，碗高一点洗个手，碗高一点洗个手。我唯一担心的是大家的手都碰到这个碗里面捞水，真的干净，真的干净吗？我觉得今晚还是用那个叉子跟刀子吃东西。嗨，我们来看一下大厨哈。哦，好厉害 ，Roti Canai。Is that what I order? Yes. Yes. I get to try. Good, good. 我有点那个，我有点那个，感觉很好吃，真的很好玩。我连我要点一颗蛋，我都要比那个蛋，然后跟他讲煮一煮，煮一煮。笑得那么开心。啊，yum yum yum yum。
Roti Chennai. Yes, from the counter. Delicious. 就说吗？语言不通，你只要带个笑容，大家都很欢乐。Cheers to the family. 哦，来了。再加一点这个咖喱酱，呜。这个是 Renault Town， 上面写最好吃的咖喱。嗯， so good。他看着我吃，他看我满意的脸，他们也很开心，很有成就感，真的很好吃。他那个饼是 QQ 的，然后因为他是刚做完还热热的，带着小小脆脆的。And curry is good。我推荐这家，如果你在这附近，其实选择不多，但是这家因为他生意那么好，东西就。它这是现做的，好吃重点又是人又亲切，环境我觉得很安全，也会看到一些小朋友啊，然后一些家庭，所以我觉得来这里是 OK 的。안녕하세요，감사합니다。No, not Korea。사랑해요。他们好像都会韩文的，因为这里应该也是蛮多观光客的。这个 bonus 片段也太长，除了 family， 我们明天见了，拜。他们超可爱的，要合拍。嘿嘿。耶。Yeah, with your phone. 他们应该，sampaikan orang tuh pesan dulu. Kita mau gambar sekarang. Orang duduk sudah. Segini. Thank you so much. Very delicious. Thank you.Hi, restaurant Muslim best curry taste in Sabah. 晚安了，Fula family.